狗狗为捡木棍不慎落入激流，没想到下一秒同伴竟然做出惊人举动。这天，主人带着家里的两只狗狗来到郊外享受休闲时光，太阳晒得暖烘烘的，狗狗们也觉得有些燥热，于是便来到河流边嬉戏玩耍。主人看到两只狗狗玩得正起劲，随即捡起了地上的枯树枝，加入了狗狗们的游戏。他朝着远处抛出树枝之后，一向积极的黑色狗狗立马飞奔去捡树枝，谁知这根枯树枝竟然巧合般地落进了水潭中，狗狗也没有多加思考，直接冲进了水中，一口叼起了树枝。接着他回过头来向岸边的同伴以及主人炫耀起自己的成绩。此时站在岸边的同伴隐隐觉察到危机降临，于是他警惕地盯着前方，生怕水中的狗狗发生意外。而河里的岩石经过泉水冲刷已经变得异常光滑，水中的狗狗站立都变得非常困难，再加上水流推力的影响，狗狗突然脚下一滑，失重感袭来，它最终跌入了水中，被湍急的溪流吞没。可即便它摔进了水里，却依旧叼着那根枯树枝不愿松口，这一切都被岸边的同伴看在眼里。当溪流带着狗狗顺流而下时，同伴看准了时机，瞬间咬住枯树枝，成功阻止了溪流的野心。河水越发地咆哮起来，似乎是在考验两只狗狗的决心与毅力。岸边的狗狗拼尽全力叼着枯树枝，想把自己的朋友带回岸上，而水中的狗狗也没有放弃，它在河流中不断挣扎着，即便在水中消耗了大量的体力，但想到有朋友在身边，它就瞬间充满了能量。岸边的石块同样非常光滑，想要顺利登上岸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不过最终经过岸边狗狗的努力下，落水的狗狗成功上岸脱离危险。它松开口中的枯树枝交给同伴，仿佛是在向同伴表示感谢。多亏了同伴及时出手，否则顺着溪流而下的话，落水的狗狗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危险。不论狗狗遇到什么危机，身边的同伴永远是最后的依靠。在一个闲适惬意的下午，狗妈妈带着狗宝宝在后院玩耍。也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，狗妈妈稍不留神，淘气的狗宝宝就自己跳进了水池里。可是宝宝还没有成年，它的游泳技巧并不熟练，这片水池对它来说深不见底。当它跳进水里之后，才发现池水冰凉刺骨，并不好受，于是他便朝着泳池对岸游去。由于身形太过幼小，宝宝的体力是非常有限的。泳池对岸近在咫尺，但狗宝宝的力量逐渐耗尽，他只能尽力往岸边扑腾，并试图发出呜咽声，向岸边的妈妈求救。好在敏锐的狗妈妈及时发现了宝宝落水，他想都没想就一头扎进水里，朝着宝宝游了过去。狗妈妈前进时推开的水流成功地帮了宝宝一把，将他送到了水池边。然而宝宝滑动着四条小短腿，不断地扑腾了许久，依旧没办法成功上岸。毕竟对于幼小的宝宝来说，水池边还是高不可攀。狗妈妈看到宝宝没法成功上岸，便潜了下去，想把宝宝拖起来，但尝试一遍之后，他发现这样做无济于事，于是他开始焦急地环顾四周，想要寻求好心领路人的帮助。可四周巡视了一圈之后，狗妈妈并没有看到任何人经过。此时宝宝的挣扎越来越无力，眼看马上就要再次跌落水中，狗妈妈突然急中生智，朝着岸边游过去。上岸之后，狗妈妈一口叼着宝宝的后颈，把它从水池里拉回了岸边。
上岸之后，他并没有立即松口，而是拉着宝宝一路后退，远远地离开了水池边，似乎是害怕宝宝再次掉进水中，也或许是对宝宝表示责备，提醒他下次要注意安全。幸好狗妈妈及时地救下了宝宝，不然的话，狗宝宝就会被水池淹没，酿成一场惨剧。狗狗之间深厚的感情值得我们所尊敬，不论面临任何困境，它们始终不会放弃同伴。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狗狗都能健康幸福地成长，拥有美好而又光明的未来。